文字编码的转换，这个部分呢，首先他要我们做的就是说呢，设计一个程式可以做编码的转换。那这首先的话呢，在程式里面呢，执行会将字元转为16进位然后呢，并且将每个字元与每个字元间16进位以空白分隔显示那这边的话呢，比如说成这个字在 Unicode 码16进位就是这样的表示方式然后 Unicode 码16进位像4的话就这个那最后串在一起就像这样，他要的结果就是中间加一个空白那并且呢，请将这个 Java 程式字串转成 Bigify转成 Bigify 码，以16进位显示出来这，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呢，将 Bigify Big 这打错了吧 ？Big 16进位再转换回来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完成的这个画面大概像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今天呢，给他一个参数Java 比如这个，它就自动帮我把它转换16进位，像这样子。那你会发现这边如果它今天是英文，你会发现前面一定是两个零，为什么？因为它现在也就是 Unicode 不管说它是英文也好或者中文也好，一律都用两个 byte 储存，所以呢，如果是英文，前面一个 byte 一定是空的，那空的话呢，一定都00开头，所以你会发现，只要是英文的部分都会是这样的。那数字它也是用两个 byte， 也是用两个 byte 储存起来啊。那我们要先把 Unicode 转换成16进位，再 Bigify 码转成16进位，那最后呢再转回来。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样撰写这个程式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的部分。第一个的话呢，我要先输入那个第一个的话呢，我要让它转换。比如说我今天给它一个字串，这个字串的话呢，我们用 string 的方式等于这个丢给 x。那 x 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可以用一个方法to hex 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把这个字串呢丢进来。那这个方法呢是我们自己撰写的，所以呢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地方我们可以传给这个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因为它有一个前面有讲说，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一个 void 就是 void， 就是没有回传值，也就是方法，它等于类似副程式。但是如果 没有 void， 表示说它有回传值，会 return 回去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个 return 的值那我们在这地方呢，怎么做转换？特别注意，关键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 string 的这 class 里面有个方法叫做 char at char，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跑一个回圈。那这个回圈呢，从零到i 条件的话就是小于什么呢，它这个 string 的这个 length 那我前面有提过，就是说 string 实际上是字元所模拟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就知道说它里面有多少个字元，让一个一个把它去做切割那第一个动作我们我先把这地方我们直接用那个 debug mode 来看一下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比如说我今天的进到这个地方，然后传过来的东西传过来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 Java String 有没有这个，那进到里面来之后我必须要做一个切割。那第一个我这个地方先丢一个通字串给他好了，因为 return 现在空，不可能完全没有 return 一个值，所以呢预设我会先把这个地方 return 回去的这一个 String 呢先丢一个空字串给他空字串给他，然后呢再来我们就直接跑这个回圈。那跑回圈的话呢，第一个我要知道说它的 length 是多少，那你其实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ength 应该是多少呢，6，有没有？我刚刚提到的 Unicode 呢，它不管是英文或中文呢，都会一两个 byte 储存。那两个 byte 呢，它都算一个字一个字，比如说 Java 中英文都算是一个字，英文也算一个，
中文也算，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刚刚丢过来的东西就是 Java 哈、哦、，Java 程式 J 一个，好、哦、V J A V A 嘛，四个，然后加程式两个字，所以总共六个。那利用这个方式，我再切哈、哦，把它做一个切割，好、哦，把资料呢先传给什么呢？接一个一个 chart 有没有？第一个就先抓一个什么 J chart， 反正它阵列里面有六个 chart 哈，六个字元，所以我第一个呢先抓到一个 J。然后呢，再到这个地方呢，我做一个动作，说我要先在这个地方哦，特别注意，我前面一定要补一个两个零零。如果我没有补两个零零的话，会产生错误。主要就是说，因为它前面有一些，如果是英文的话，如果你不补零零，它就会产生错误哦。那直接把这个地方，我们利用这个 integer 里面有一个 to hex string， 因为我现在要把这个地方转成16进位的哈，所以直接把这个字串的丢过来，丢过来之后呢，哈，好，就丢给这个。S 2， 那 S 2就接收到，这个就是转成16位的结果 ，J 就已经变004A， 那实际上本来就有4A 了，哦，只有 4A， 转换过来之后的话，加上00就是004A， 再来的话呢，我就直接把这个结果，这个，因为我必须要回传一个 string，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呢，再加上一个，这边有个方法，哦，这个方法的话就是 substring。那 substring 哦怎么使用呢？特别注意，它有点类似像那个VB 里面那个所谓的文字的函数，像 mid 函数。那 mid 函数里面，比如说我今天是几个到几个嘛，那你这个地方 substring 的它的使用方式哦，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它这边有一个方，它有一个 sample， 其实还蛮清楚的。这边就跳到 substring， 那这个 substring 的方法哈、哦，它要怎么去？做，比如说我今天呢，哈，假设我今天这边有个字串，哈 ，unhappy 点 substring 2的话，那 return 回来是哪一个呢？是这个。所谓 substring 就是说我今天从第二个以后开始，所以就 happy。那这边有没有这个字串我若丢给他之后的话 ，substring 3的话，一二三三以后呢，通通帮我把它有没有？那这边还有一个范例是9。substring 啊，如果我今天这边后面也是 return 回来的话呢，因为这边总共才九个，所以回传回来就是什么 empty， 就是没有东西，因为之后就没有。它有点类似 mid 函数，第几个字以后，那但是 mid 是有还有一个参数是那个长度嘛，那这个地 substring 没有长度，就是这个之后，它又不像 left 是从左边。哦，那 right 是另外，它这个有点是第几个字开始全部取。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之后的话，假设我今天呢哈、哦、要取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 substring 呢丢给它一个这个地方一个长度，好、哦，减掉4。那现在的话减掉4，后面再补上一个空白。也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就是说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减掉4之后，如果说我今天补两个零之后呢，补两个零之后，那为什么要装做这个动作？知不好意思，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啊，我英文哈不会有问题，但是中文我们来跑一次啊，比如说再来追4，好，再来这个是乘嘛，对不对哈？好，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是再一次，好，来看这个有没有看到？也就是说呢，英文它要补两个零，但是中文要不要补两个零？不用嘛。所以呢，我们后面的这个地方主要的用意是说，我今天就是要把那两个零拿掉，不然的话就会变六个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这地方 substring 呢，如果说我今天判断如果它的长度是六个，对不对？六个减掉4就是2嘛，对不对？那当然2之后有没有，也就只剩下4个，所以回传回来的话呢，就会只剩下原那剩下那四个字，那四个字元啊，那四个这个那个四个字元啊，那后面再加上什么呢？空白，就把它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啊，把它串在一起。
那 return 回来之后的话呢，我们16进位嘛就可以把它输出了，有没有？就这一串。好，这样就完成。那也就是说刚刚16进位码的部分呢，我们是另外再写一个，等于是 function 写在底下。好，写的方式哦，就是先丢一个空字串给这个 string result。好，如果你没有丢这个，它会产生错误，因为它没有办法 return 回去变 null， 就没有东西。所以预设值我今天前面先丢一个空字串给它，然后再做这个动作。那一定要补00，如果你没有补00的话，就会产生错误，主要会有错误地方是在英文的部分，好，英文部分。好，那再来的话呢，齁，这个是16进位转换的方式，齁。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转换完这个16进位之后输出来，齁，输出来之后呢，再来齁，还要将那个 big file 转成16进位。刚刚的话呢是把 Unicode 转 16, 把 Unicode 转16进位，齁。那 big file 怎么样转16进位呢？实际上这地方我们也可以写两个方法，齁。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呢它预设的编码方式是 Unicode，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 Unicode 先转成 big file， 齁。那也是一样把这个 S 把它丢进来再回传回来。然后呢再转换成为什么呢？16进位。所以这边有两道功夫。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把 Unicode 转 big file， 一样我们写一个function，写在底下。Unicode 转，那转的方式一样，就是先 string read， 当然你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改。那特别注意说这边要有一个 try catch， 它因为它会可能会有一个回传一个什么样的值会抛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接，它才不会产生错误哦。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string 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get byte 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个细节部分呢，当然你可以参考一下它这个，它这边相关的叙述哦。所以它会有一个回传一个这个 expression 哦，就是说它有个例外，所以我们必须要接，所以一定要写 try catch。如果你把 try catch 的这个结构拿掉的话呢，那它就会产生错误。好，这个地方一定要 try catch， 也就是只要把它接收套就可以。那转换的部分呢，这边有几个参数一定要下。这边的话就是 big file， 我们后面接上加，就是后面的方法一定要先加上一个 big file。然后呢转换之后呢，那 Unicode 特别注意啊，这个要把它稍微要背下来的，因为这是在 Java 里面用的这个 Unicode 的标准叫 ISO 8859-1。那特别注意这个 Unicode 的标准是在 Windows， 如果你在 Linux 它又会有另外一个标准，这个要稍微查一下。也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是在 Windows 或在 Linux， 稍微还要再做一点点那个编码上面的调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 Unicode 转成 big file， 好，那回传回来，接下来就可以把它再转换成为16进位，那一样的方式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完成哈，这个地方转换，所以我们有两个方法哈，这个地方的话两个方选哈去做处理，那最后再把它 print 出去，那最后呢再把它转回来啊，已经转得头晕脑胀了，先转成 big file 转成这个。Unicode 转 big file， 再从 big file 再转成16进位，那最后呢还要再转回来。转回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今天转成什么呢？转成 Unicode 转成 big file 之后呢，这边一个 S2 丢过来之后，我一样在这边撰写一个这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的话就是 big file to Unicode。 那 big file to Unicode 之后呢，才可以做，因为在 Java 里面呢是用 Unicode 的方式呈现哦，所以我再把它转回来。那转回来的方法的话也是一样，其实跟刚刚有没有，你只要把这个程式码哦把它颠倒过来，这个参数两个参数颠倒，就可以把 big file 再转回来 Unicode 了。好，所以这个地方要记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get byte 的后面加上一个参数两个参数，好，就可以。好，来试试看好了，执行。这边有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我们执行哦，这个地方执行继续就可以产生我们要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一个先转成16进位，再来就是说呢 big file 转成16进位啊，最后呢再把 big file 再转回原来的字串。那也就是 big file 呢在那个 Java 里面是秀出来是乱码的，
那他接受的只接受什么呢？接受那个 Unico 哦，所以这边的话呢，我想试试看好了。啊，主要就是会需要撰写的哈，就是第一个转16进位的函数function，再来的话 Unico 转 Bigify 哈，再来就是 Bigify 转 Unico， 就这两。那这两个看起来是两个，实际上最差异性就在这个参数不同而已哈。好，把画面的还给你一下哈。